家晚上好，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，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，我们眼皮慢慢地垂下来。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，那么轻松、舒服，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，轻松地闭起来。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时忘掉了。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，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。我们今天开始静坐之前，先假设看看，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到放松的空间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。我们现在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，在这里，我们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，都是无际无边的。坐在这里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念头与挂碍全部都放下来。我们的心通常会往外去执着外在的人事物。执着到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心就会感到疲倦、劳累。有些时候感觉很欢喜，有些时候感到悲伤难过。就这样起起伏伏，我们现在就让心休息一下。方法就是，我们要先把那些念头放下来，让心起起伏伏的念头，也就好比我们用手拿着一个重重的东西，拿到一段时间，我们的手就会感到酸酸麻麻。我们应该把那个重重的东西放下来。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就把那些重重的念头全部都放下来。当我们懂得放下，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。当我们懂得放下，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。现在哪一位？还有很多杂念出现的话，
หลวงพ่อทั้งจริงเจนอีกว่าอีกฟังฝาว่ามันเคยเจอเสื้อคันคัน现在自己将要准备离开人世间，在这个时刻，是我们要完全放下，现在去担心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帮助。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，还在世的人，他们也可以继续生活。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抛开一切，放下所有，静定无他。然后我们就开始以最轻松、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。我们现在先不管我们的坐姿，一定要达到标准，或者一定要把庄园都没有。现在我们先以轻松、失败为主，轻松、失败为主。失败这是包含了最少三个意思在里面，有轻松舒服，有慢慢来，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先以轻松失败为主，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，从头顶到脚底，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，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，把它放轻松。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额头放松，眉头也跟着放轻松，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，鼻子、嘴巴、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，我们的颈部、两侧肩膀、手臂、手腕、手掌，直到我们食指、手指头，都完全放轻松。胸部、腹部、背部，尤其是我们的背部，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，没有太直，也没有太松。腰部也放松，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，
完全放轻松。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，脚怎么摆，也都无所谓，都没有关系。我们能够这样静静的坐，舒舒服服的坐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深呼吸两三下，增加我们轻松、舒服感。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再一次最深、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身体的上半身会稍微膨胀。气的终点也直接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。然后，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、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，全部。都排出来，感觉轻松、失败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先安放在舒服点那里。我们感觉哪里舒服，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，在身体外面也好，在身体里面也好，或者在身体的中央点也好。都可以哈。现在，我们先让我们的心在舒服点那里吸，舒服，最起码的就是我们感觉把心放在这里，虽然还没有达到100%的舒服，但是我们觉得把心放在这里。都没有勉强的，这样就可以。当我们的心轻轻地碰触舒服点的时候，感觉就是那么轻，那么柔，也就像羽毛从空中。慢慢的飘下来，轻轻的碰触水面上，感觉就是那么轻，那么柔。我们的心在这里休息，失败失败的休息。如果我们能够让心完全宁静定下来的话，心会自然而然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先让心在舒服点这里休息一下，轻轻松松。舒舒服服的。
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่ส่วนนามเจียจะจะจิงตาเจียก็จะเรียนสีอีเชีย
经，轻松，舒服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，给一切众生。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，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张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。再扩张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。再扩大，到全世界、整个宇宙、无数无量的宇宙，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：哪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；哪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，如同宝一样。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。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，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众生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也愿我们的叫善友，没有叫任何损友，远离一切恶人。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，方便修功德波罗蜜。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，智慧增长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，每一尊毗卢遮佛，每一尊阿罗汉，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，有龙婆祖师、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、长老奶奶等等恩师，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，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，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。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ะระ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ฆังป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สัพ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พระวันตุเต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，三通。今天是6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，我们法身是有举办慧光法会，全世界的中心也是在同一个时间同步举办慧光法会，所以呢，今天是殊胜的功德。来，我们就一起学习功德啊！洒脱，
今天我们就继续听本圣经新的故事。我们已经讲完了四个故事啊，今天三个故事，今天是第四个故事，大家。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正等正觉佛陀修波罗蜜三个重要的故事，就是身为地弥菩萨。勤修出离波罗蜜者，他从小时候就回想起说自己会堕落小地狱，很长久的时间，所以呢，他就伪装成聋哑，为了能够出家，而且他到最后真的如愿圆满能够出家了。身为大圣王子。มหาชนกะเปิ่นเซิงกู้ซื่อชินซิวจิงจิ้นปัวหลัวมีเจอทาเว่ยละเย่าจั่วหมายไม่เออจั่วว่อฉวานเย่าชูหายใจหายจงเนอทาอีเต้าละอีไหว้ต้าเจียจะซื่อเย่าชีทาเรนตัวเฉินเซี่ยชี่ซื่อแต่ซื่อทาเนอจิซื่อโยหยงซีเทียนโอไหลทาเย่เต้าจุ้ยโฮเย่ซื่อชูเจียนะ身为说那萨玛勤修持波罗蜜者，他的父母亲是隐士，在今生他将对人类或动物都发慈悲心。虽然后来被国王以夺剑偷袭，但是都不会感到愤怒，而且还会在森林里照顾两位曾经双目失明的父母亲，直到命中，就是到最后呢，菩萨也是，照顾父母亲的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佛陀修波罗蜜重要的另外一生，他以生命来修波罗蜜，他身为尼米王，勤修院波罗蜜，巴利语是内米拉叉。本身故事啊，愿波罗蜜即是坚定不移的行善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消除了自己的苦与其他人的苦。如果要清楚的比喻愿波罗蜜的话，就是坚定不移的愿望，就有如。不因风力而动摇的山，这个愿波罗蜜就属于宁死也不会改变心意。就如接下来要讲的勤修愿波罗蜜者尼米王的故事。有一次，在佛陀时代，在某一天的傍晚，佛陀与阿难长老，就是佛陀的侍者。和僧众在一起，在芒果园里面，那个地方在之前也是属于玛嘎帖哇王的，就是巴利语是玛嘎帖哇拉沙在米提拉城那里是那个是皇宫芒果园。佛陀看到这个地方呢，十分令人发喜，就以不可思议的佛智慧，回想到该地的来源，他就很清楚的知道所发生的事情。然后佛陀就怎样，大家，佛陀就微笑，然后呢，佛陀微笑。而细照到，佛陀，他的牙齿就会发光，很特别哦。他微笑之后，牙齿会发光。那道光，光亮是来自四颗牙齿的四道，螺旋光芒。当牙齿细照到，就会。发出光亮，
如从空中发出累累一般，这个光亮又绕了佛陀的头部三圈才消失哦，很特别啊、哦，光亮绕了三圈才会消失。阿难尊者他当时就走在佛陀的后面的大家，他知道佛陀正在微笑，就是因为看到那个光芒的显照。阿难在后面，但是他知道佛陀在微笑，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光，然后他就向佛陀询问他微笑的原因。佛陀，你为什么微笑呢？佛陀就讲说阿难，我曾经住过这里，为了行禅，当时我身为玛卡铁瓦王。比丘们就恭敬请佛陀开示。佛陀，您之前身为玛卡铁瓦王，就是玛卡铁瓦拉沙，在这里行过禅，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？这个就是正确的讲话的方法。大家，佛陀已经讲了一点点。比丘们要继续问，详细的故事所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，这样才会对他们有帮助。因为佛陀的恩泽，所以佛陀就为比丘们开示。有关他显示的事情，故事是如下的：在很久以前，人类的寿命都很长。但是就是因为长寿，所以呢，让一群人过着放逸沉迷的生活，每天都吃喝玩乐，就如同自己就有如自己不会老病死一样。其实不要寿命很长啊，大家，连我们现在来说，以我们现在来说，人的寿命75岁，其实对当时的人类来说，寿命是非常短的。但是你们看呢，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呢，就一天每天都过放逸的生活，一直把过生活的重点放在吃喝玩乐，然后感觉好像自己不会老不会死一般。但还有另一群人呢，他们是贤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大家，所以呢，他们不会过这种放逸的生活，利用能呼吸与生命的热忱来累积功德波罗蜜，都不会考虑到自己生命剩下的时间是否有多或少，因为有智慧能看到生命的真谛。不管生命有多长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逐渐衰老，而且也不知道何时会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，还能看到各种时时刻刻威胁着生命之灾害。就如玛卡铁瓦王在米吉拉城那里。他生在人类寿命大概40万岁的时代，他以太子的身份玩得很尽兴，玩了84000年。我、哦、小朋友玩这么多年啊，看起来好像他的生活蛮开心的。那这样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呢？我们可能要等明天我们再继续听啊。今晚的 P 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祝福大家晚安，明晚。